我加工，俾我加工啦，你話加工。Thank you.
这当时，这当时，一查在周围，你
推广，这还有新竹工业市这么好的更棒的一个活动，我们来感谢咱嘉义管政府，嘛互相来培养，一起来震撼你们台中的样，安尼上台了后，我们在中间舞台，哦，这个在后面中间舞台，别人跳中鬼，但是较早你讲，通通大家跳中鬼，大家会叫的，会当给咱剃度所有无清洁的代志，哦，给咱所有无清洁的代志拢给咱剃度，啊，搁有迄个蛋黄啊，要给咱压肩，跳中鬼这样的一个仪式文化，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哦。新台规划的最后，会当给咱作为台湾给咱妈里面这中国的仪式哦。我们这个跳中国仪式呢，不是一个表演啊，啊，但是呢，在这个会当中，都有虾大师级的师傅给咱虾解符啊，所以讲呢，大家都比较拢来，大家来看老街都不要紧，所以到时候可以到中间舞台那边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之美哦，哈啊，所以说呢，咱作为为什么要养猴子？为什么要养白鸡？为什么要养这个扫帚，还有草球啊？这到底伊是啥东西啊？来改变化。我们今天的跳钟馗跟以前跳钟馗不一样，我们用趣味方式，可以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整个钟馗仪式过程。好，所以讲呢，阿三大家朋友，还是好朋友，阿边好。很多文化的朋友，啊，有一点创新，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哈。啊，我们大家看看老街的，多看好文的，哎，当我们大家去学玩哈。咱今天去弄哪个点评哈？你放心，大家一直拢学，拢不玩的哈。今天去啊，如果跟咱讲无水，虽然这是以流汤喷热来讲，但是讲呢，可以感受大家的热情哈。啊，你大家一起，我感觉咧，感谢你大家来到这个点评，一同来这样参与，这样这么好的文化艺术啊。这样的一个文化场合，所以说呢，咱台湾人感到公民，无论你是道教、基督教还是佛教，都要赶快。